Hello， 新 Apps 介紹嘅時間 ，OK， 因為阿 GM 咧佢就有少少信號嘅問題 ，OK， 咁就佢就要遲少少 ，OK， 就遲少少就會到噶啦。咁今日咧 GM Show 啊等等性咧，全部都係如常嘅 ，OK， 咁所以大家就唔使怕。好啦，咁啊記住緊噶嘛，依家我知 check 好多人問啊 ，GM 喺邊度啊？依家答答佢先啦。咁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咧，咁我哋就先攝一攝先，因為 GM 咧佢應該答十啊，答十一就會到啦。跟住所以就。嚟緊咧就會將個節目交翻俾佢噶啦 ，OK 好嘛 ？OK 好啦，咁啊今日繼續新 Apps 介紹啦，好嚟我哋入 game 啦，繼續同大家倩女幽魂一下嘅，哈哈哈呢段，好仲未搞掂 ，refresh 佢哋又冇啦，有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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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啦 ，yeah！ 咁啊我哋 Super 二嘅嗱。咁今日咧就即係有個好不幸嘅消息啦，咁我就佢哋即係我終於睇咗，我終於睇咗佢哋嘅宣傳片啦，即係阿孫慧雪、BB，OK， 同埋阿司徒甲帶啊，佢哋就喺度啊，真係俾我哋估中咗，佢哋真係咧純粹係攞咗呢個即係 game 嘅係源於呢個電影版嘅《倩女幽魂》嘅，咁啊，但係咧，我覺得個廣告係似嘅。即係拍得係似嘅 ，GM 遲到係啊，冇錯啊。咁啊，咁《倩女幽魂》咧，咁啊，我因為一隻 game 嘅關係咧，我專登走去睇翻套電影嘅。今個星期，咁就我發覺咧，有時咧啲經典嘢咧，即係不能夠超越啊。我哋叫做即係咩叫超越咧？就係話我唔知台長同唔同意，或者唔知 chat room 嘅巴打同唔同意啦。即係睇緊直播嘅巴打，你覺得咧？以前嘅《倩女幽魂》或者嗰個年代出嚟嗰啲咁樣嘅所謂叫科幻奇幻小嘅電影咧，佢有種好得意嘅味道嘅。你見到佢好粗糙嗰啲嘢，但係咧你又覺得，係喎，嗰只老老你明點咧？你見到嘅嗰只老老咧，啲化妝又甩曬啊，嗰啲樹又假啊，即係，但係咧你發覺啊，喺嗰個年代要拍到咁就真係 OK 啦，咁樣樣啊，我就覺得。OK 啦 ，OK， 咁啊，專登睇翻成套嘢，咁啊，哇，我都係十分之好睇嘅，係啊，十分之好睇嘅。嗰個年代，嗰個年代嘅爛啊嘛。係咪叫爛咧？即係我嗱，坦白講，如果我嗰度而家，即係如果而家以前嗰套《倩女幽魂》咁樣出，就梗係死啦，俾人屌到撲街啦，而家係咪先？好簡單嘅啫，你唔好用係啊，黃祖賢嗰個倩女呢啲，你用啲再經典誇張啲嘅方法，喂。即係你叫今時今日啲僆仔睇翻當年1977年版《史達窩》，係啊，唔屌到反艇啊！咁啊係，咁又係嘅，即係嗱。但係調翻轉，喂，我哋嗰輩睇住原廠頭三集出街嗰輩，睇之後套 remaster 版係咪屌就屌過一遊？係喎，即係其實都係各有各個 fans 嗱，坦白講啊，我自己係幾中意嗰陣時《倩女幽魂》呢套電影嘅。嗱，而家翻睇都覺得係好好睇。所以咧，我就當佢話要出 game 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啲期待就，哇，係咪點樣樣㗎只 game？ 咁啊嗱，我都講過啦，呢只 game 係有係 Diablo 嘅 2.5D 嘅玩法啦，連佢喐動啊 movement 咧都係似到十足嘅。OK， 咁但係你問我因為我而家新原來就喺 tutor 當中啦，咁我哋就。玩埋落去就睇下知咩事啦。嗱，嗰時係講個幫會聯賽稱霸全國，咁即係亦都係有啲，進入坑州啊，係嘛？入坑啦，大家。州啊！是但就掘坑，唔係有玩啫嘛。嗱，我未課噶，你見到我係 VIP 零噶。OK， 你唔好話我入到啲人入坑啊。倩女幽魂啊，係啊，上個星期出嘅。好，靈彩神係啊，靈彩神啊，冇錯啊，你有睇啊，大家 OK。靈彩神帶住柱子之身死？冇啊，佢冇，佢破咗柱，佢破咗柱身嘅喎。嚇？話過佢係柱喎。佢同阿黃祖賢搏嘢嘅喎。OK， 你話佢柱？今日啊 ？OK， 你都揾唔到第二個黃祖賢。係啊，係啊。咁黃祖賢就係當即係嗱，首先我離身先，你喺度跑緊主持任務，同大家傾下偈。第一。我唔覺得周慧敏咧係靚嘅 ，OK， 我首先講咗先 ，OK。第二咧，我覺得亦都有好多人咧係索過黃祖賢嘅 ，OK。但係咧，黃祖賢嗱唔好理嗱，大家唔好理佢整唔整容先 ，OK。
你唔好理佢有冇整容啊，有冇成等等成。但我覺得黃祖賢咧，佢係拍古裝係靚過拍時裝嘅。喂，可以開幫會咯喎！冇 VIP， 即系 K 唔識玩，系啊，冇錯，系啊，呢個係真啊。OK， 我揀個幫會入下先，好唔好啊？唔係 V， 唔係 J K 唔識玩，係時間唔識玩。係啊，用錢買時間，我哋呢啲地方嘅媽媽、惡魔、雨煙、微風一笑、七世輪迴。哇！呢個名改得好差喎，七世輪迴，即係永遠都唔使搞喺呢個幫會度。未完待續。四時歸、幻月，仲有咩啊？傾城風雲、天若有情，哇！天若有情呢、這個 OK， 呢個名唔錯。澎湖吉貝島，點解即係上次阿主席介紹過嗰度？好，血鑽、君臨天下，瘋人院啊，最中意呢個名字，我入瘋人院先。一件申請加入，申請加入成功，一件申請全部 OK， 好啦 ，Let's go。嗱咁我係揀，因為暫時就仲喺新手嘅階段啦。咦，我後面有隻小雞喎，咩叫守財奴啊？黃祖藍嘅親戚，我屌你啊！OK， 再落，你等先啊。呢個咩啊？我係咁，而家暫時咧，我跟住個主線任務咧，係咁棒棒星星 level 啊。同鬼上床咩感覺？哇！你真係問起我喎。鬼同鬼妹上床，我可以答到你啊！同鬼上床啊，真系，即系我希望呢一世都唔好发生喺我身上。OK， 嗱，我系咩？我系信有鬼神嗰啲嘢噶。OK， 我系信有噶。OK， 不问苍生望鬼神啊嘛。好啦，进入呢个雷峰塔塔底，诶，呢个手动任务嚟噶，系咪先啊？系啊，扑街啦！诶，要打喎，挂机好嘛？嗱，我揾琴弹佢啦。係啊，亦都喂做乜？喂自動做咩？行翻轉頭要行嘅咯喎，係啦。哦，佢要跟翻個箭嘴行嘅。哇，咁守規矩嘅人 OK 喎。俾鬼砸 Ebo Life 嚟啊！頭先 GM 有少遲，係啦，咁樣會到噶啦。旁證啊！自從第一集介紹呢只 game 咧，蜘蛛精是男人的時候我就已經嘔白泡了，已經不過幸好他即刻死了，叫吊死鬼啊！嗰啲哇，我只小雞在度殺死吊死鬼喎，吊死的鬼真的很撚慘喎，借唔借得到啊？喂，食心的惡鬼係啦，亦都要講講啦。其實咧，食人的心咧，其實是在呢、這個。我哋叫做喺中國嘅鬼故上面咧，係佔有一個十分之重嘅氣氛嘅。OK， 即係你話即係食唐僧肉，大家有聽過啦，係咪先？咁呢個《西遊記》嘅關係啫。咁其實喺中國流傳咗咁多嘅，無論係即係民謠嘅鬼故啊，或者係出咗名嘅鬼故咧，其實咧有一個好主要嘅題材就係食心啊。啲鬼咧，或者嗰啲妖魔鬼怪咧，係需要透過食人嘅心臟或者吞噬人嘅心咧，即係講心臟嗰個心咧，去達至轉生啊、轉化嘅效果嘅。OK， 咁我唔知點解，但係佢哋相傳咧，我睇翻嗰啲歷史文獻咧，佢哋因為嗰陣時即係醫學冇而家咁昌明啦，佢哋即係嗰陣時好多人都講人嘅心咧。是帶附帶與靈魂的，即中國人是不信有靈魂的嘛，但他們相信人的心臟是賜予人的一生的所有的力量，所以當轉化要鬼魂轉化的時候就不會拿他的腦，不會拿他任何東西，會拿他的心，他們相信鬼魂要搞人是因為拿了他的力量資源，好像 Iron Man 那個能量方塊那樣啦。 OK， 其實外國都是抄我們的竅的。 OK， 都是這些東西。OK， 所以你睇睇《聊斋》咧，基本上所有妖怪，佢都係為咗攞人哋個心而去進行一啲嘅動作啦，或者進行一啲嘅叫做搞鳩你咁意思咯，係啦。咁呢個即係一啲小道嘅 topic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OK， 同善女幽魂無關嘅，同善女幽魂無關嘅。OK， 史坦鍵盤買咗。OK， 好，唔該曬。OK， 好啊。千年成精，萬年成仙，係啊，咁亦都有好多
有好多妖精修炼咗一千年、一万年都成唔到，都住唔到人。其实我都唔明嘅，做人咁辛苦，点解啲妖精啊佢咁中意转做人呢 ？OK， 我哋做人啊易得死，系咪先？佢哋啊真系啊，以为做人好好玩，系咪先？做人啊，被七情六欲控制住，淨係情情愛愛啊！你一生嘅情愛債啊，你都足夠你落地獄啦，係咪先？係啊，有噶啦，我唔可以講太多住啊！你等等，俾啲時間我哋啦 ，OK， 好嘛？聽日出豬先啊！聽日出豬先啊！我都會玩下嘅，係啦，新 Apps 介紹下先咯，因為你知啦，其實我哋新 Apps 一定會介紹嘅，係啦，放心。做咩啊？差不多噶啦，咁啊，佢做埋呢個主事任務啦，消滅幾樓，收集幾樓嘅枝，我嘅佢咁打緊啲豬婆龍喎，咩叫豬婆龍啊？佢哋啲嘢有意思喎，咩叫豬婆龍啊？認真，係行啦，唔好掛機住啊，做埋個任務我哋差不多啦，但係畫質就 OK 嘅，十分之理想嘅，咁我叫上官西西嗰啲有，點解名咁撚柒嘅喂 ？OK。雖然我的名字不是好，不過冇理由上官西西咁點嗌你呢？嗌你西西啊，定西兒咧？係啦，哇，好多人玩喎、啊，其實啲嘢嗱我有少因為講開就講啊。佢雖然唔係開咗好多個 server， 但係個 server 都紅色咧，見到啲全部都係人嚟嘅，見到萬馬奔騰就係其他唔同嘅職業啦。嗱，咁你見到個畫面啊，我哋係全高清輸出嘅，其實咧佢嘅畫面即而且確係 OK 嘅，係十分之漂亮嘅，啲技能係好細緻嘅。好啦。有積分喎、哦，我完成埋個任務啦。試睇咩水法？二 ，OK， 等一陣啦。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係啦，因為啊 GM 都到咗啦。咁啊，收翻翻嚟咧就會係 GM show 同埋 Evo Live 嘅時間啦。咁啊，希望你哋共度同 GM 繼續共度春宵啦。OK， 咁啊，明天咧，明天嘅新 Apps 介紹咧應該會係豬仙嘅，因為豬仙聽日上架係啦，有事前登錄咗嘅就登錄啦，記住過埋今日就冇噶啦。好啦，一陣 GM 見，拜拜。